最困难应该就是那个逃出胡爷爷家吧，因为那个我没有经验啊。然后那天又有一个吊车，然后我又要抓着那个生锈的铁栏杆，然后有时候一抓，然后你可能稍微晃一下，那个铁屑就全部掉下来。因为要讲求一个真实嘛，那我就会希望他们再放多一点给我，在我体力还允许的情况下，所以可能在这方面就再放一点，再放一点给我，这样就发现好累哦。旗舰台剧《被杀人小说》首两集昨晚播出后，不少网友大赞刘冠廷演技又超越自己，冠廷宇宙大突破。第二集中，刘冠廷为逃离命案事发大楼，冒险攀在三楼高的外墙，并徒手抓水管的紧张桥段，也引发观众热议，甚至封他台版汤姆克鲁斯。没有，我就是跟他们说，我们现在要比赛，看谁看起来最像凶手，你们自己努力一下，然后每个人就是要看起来都很有事。第二集之后，我们才开始带到说，真的跟他有关系吗？好像这件事就是他干的。可是，在问每个住户的过程中，又发现了这些住户好像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跟一些隐瞒的一些事情。在那一个晚上，如果真的是跟东东，那这些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是梯间哎，你就在这个梯间。走过去就是古爷家。哦，对门。天哪，这个场景，那可以多拍一些什么吗？最困难应该就是那个逃出胡爷爷家吧，因为那个我没有经验啊。然后那天又有一个吊车，然后我又要抓着那个生锈的铁栏杆，然后有时候一抓，然后你可能稍微晃一下，那个铁屑就全部掉下来。因为要讲求一个真实嘛，那我就会希望他们再放多一点给我，在我体力还允许的情况下，所以可能在这方面就再放一点，再放一点给我，这样就发现好累哦。东东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充满内疚的人，他就是带着罪恶感不断的前进，你就看着他搬着冰箱爬上那一个又一个的那个旋转楼梯，其实就很像这个故事，他背负了这个重重的罪恶感不断的往上爬，可是事实上这个东西是他应该要放下的，可是他又放不下。我对别人错，你去杀人。我没有杀林梦，我醒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还是你杀我，你就是杀人凶手。我觉得你连着讲，你会比较损。因为我说你，我会听不懂。哦，没有，因为我刚听也会觉得，如果你不断的讲，你情绪在画面，你看起来会有掉下来的感觉。对。这一次，坦白说，就是不要让观众太快猜出来谁是凶手。小孩第二天才有症状的，你那个时候差点要了那小孩的命哎！还给我啦！我在家。在这之前有出门吗？傍晚出去跑个外送，回来大概10点11点吧。所以这一次就是希望大家都是有一些些辨识度的演员，不要怕让观众怀疑。林小姐是怎么死的？一有消息就会马上公布啊！我们这一阵子也会加强巡逻。就当大家都被怀疑的时候，反而你更认不清，就很像在一团迷雾当中。所以我这一次其实就是都会跟那些演员，不管是谁是凶手或什么的，我都会说，我觉得因为你们每个人都跟林默有关系，你们把那个想要隐瞒那个东西，透过表演去展现出来。原来那天晚上，这个屋子里面还有第三个人。好，拍哦。我来看。好 ，OK 哦，谢谢。